三块钱应该是不会的，应该是不会的，不会啊，是，他吃饭的都讲，那些从基本上都讲到，应该是你自己有不怎么样，这样。终于有一圈出赛，那你赛后有没有什么特别不一样的心情？比如说家里下有给你检查事情之类的？嗯，就说最近没讲，然后因为昨天比完回来，然后那我们已经三点多了，然后有点累，讲就太还要适应一下，就是南北这样跑的车程。你二月作息都早，因为你早对早比赛，然后早起嘛。他一军当然是不一样，那你如果你觉得做晚的作息，就是可以稍微适应一点。我一个礼拜吧，因为他们都中午才起来，然后刚上来的时候，就是因为二军有附早餐，然后一军没有，然后起来被我们的早餐吃干。因为我都七点，我刚上来七点就起床。今天啊，没有，就是前刚上来的一个班，对吧、啊？是要起来，然后就不知道干嘛，没有什么可以做，要自己走下去嘛。因为我们宿舍在算山上，然后我们下去。